政团加以蛤蟆寮，也发生过人甲猪母互相过阴症的奇谈。一旦猪母一死十三名公案，阎王会安怎了断？后主要娶爱人，大母却让猪母接到两家人的仇恨，想要到猪母竟然真正来害人命，不少人的腹肚要伫遐正重生。为何作乱的猪母精，最后会变作蛤蟆寮的信仰呢？收听台湾台29频道，拜九拜五暗时7:30，解说台湾蛤蟆寮乌龟夫人。